好，我们来求哈，这个曲线哈，在一一那边的这个，曲率跟那个绕率啊，那我们代公式，就是说这个 k 哈，是等于多少呢？是 r 哈，对 t 微分的啊，它的三次方，分之 r， 一次微分 cos r， 两次微分，啊取那个绝对值。啊，还有这个 tau 啊，是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是 r 一次微分 ，r 两次微分取外积平方的 r 跟那个两次微分、三次微分的三积啊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哈，我们这个 r 一次微分。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是等于那个一二 t， 这是三 t， 平方的。好，那你给它带那个一下去，这就是多少呢？一二三，哦，一二三的哈。然后再来这个两次微分。t 哈，这是零二六 t， 哦，那这个 r 两次微分哈，带一，这是零零二六，好，那给它三次微分 ，t 哈，这是零零六，哦，那当然这个 r。三次微分哦，一也是零零六常数的啊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哈，我这个 r 的三次方，哦 r 一次微分的那个三次方哈，就等于根号多少呢？一平方加二平方加三平方的三次方啊。这九九加十嘛，是四的。根号14的三次方，这14根号呢14、哦、根号14的三次方，啊，现在哈 ，r 一次微分 ，cos r 两次微分，取外积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是这个减这个，十二哈减六，这是六，大家这不看，这个减这个，这是负六。这不看，这个减这个二，这样子。好，那取绝对值，我就是 r prime 一 cos r double prime 一，取大小等于多少呢？这我可以先把二抽出来，三负三跟一啊，它取大小是二取大小。啊，再乘以哈，这个取大小，啊，这平方是三三得九，加三三得九加一，哦，所以这是十九，啊，所以这是根号十九，二根号十九，二根号十九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哈，我就知道这个 k 是等于多少 ，k 的话就带这个，那就这个，哦，这个这取大小，这个。二根号十九，它除以这个三次方，这三次方是这个十四根号十四，所以这个多少？这个是等于七根号十四分之根号十九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涛哈，涛的话就要给它取三积，就这个向量哈，啊，豆的这个向量。我这个向量呢，豆的这个向量是三 g， 也就是说哈 ，r prime cos r double prime， 啊，豆的多少？豆的 r triple prime， 这两个取面积，就二乘以六是十二，啊，所以我就知道这个 tau 的话就等于多少？
把这个曲这个平方，就把这个平方了，就4×19，二分之这个，这个是12，我这是三积，我这是三积的，12，4×3×12，所以是19/3，哦，19/3，我的答案就是这个，这个跟这个。